教育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个人发展，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、表达能力、专注力和纪律性，同时也可以提高学习动机和情商。认知能力，学习音乐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、数学能力和空间感知能力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。情感表达，通过音乐，学生可以表达情感、情绪，找到自己的出口，帮助调节情绪。社交技能，音乐教育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技巧，提高人际关系。文化理解，学习音乐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风格和传统，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。总的来说，音乐教育对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。